好，来看到众所瞩目的骑士乌托邦是亚洲最大的哈雷车主会师的活动，每一年都会举行为期10天的会师活动。那么继去年度在富里乡办理第一次的活动之后呢，哈雷骑士们就深深爱上富里乡，因此呢是决定携手公所以及农会，将每一年10月是打造成为富里乡的摇滚道谢月，让所有的哈雷骑士回到富里娘家。那么28号呢？晚上是最热闹的晚会。骑士乌托邦是亚洲最大的哈雷车主会师活动，每年都会举行为期10天的。继去年在富里乡办理第一次的活动后，哈雷骑士们就深深爱上这全国最美丽的乡镇，因此决定携手公所与农会，将每年10月打造成富里乡的摇滚道谢月，让所有的哈雷骑士回到富里娘家。28号晚上是最热闹的晚会，嗨翻了富里乡的夜晚。从2007年开始，我们取得了哈雷在台湾的独家代理权，开始我们的心中就有一把非常清楚的火，这个火就是要让我们全台湾爱好哈雷的骑士能够有一个温暖、充满了友情、爱情、兄弟之情的家。今年度骑士们同样采取环岛式的骑乘活动，并且以富里乡作为主场终点站。第二天晚上是摇滚道谢狂热晚会，除了有哈雷舞台开场秀及狂野辣妹乐团，也将邀请知名歌手吴汶芳、梁文音、萧煌奇带来精彩的表演。富里乡是个乡如其名的富饶之里，拥有全国第一的稻米、金针花及山海美景。公所竭尽全力携手各单位，共同建立一个属于骑士的乌托邦国度，让富里优质的稻米、观光在地美景，丰富了所有喜欢哈雷的朋友，也丰饶了富里。记者高双双富里乡采访报道。